短暂的迷茫之后，一定有大胆前行的欣喜。这是华为高管胡厚昆的一句话。短短一句话，向人们透露出华为过去黑暗的三年已经成为历史。现如今的华为已经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二零二零年五月，美国对我国芯片产业实行了卡脖子政策，首先也想到的就是华为这个以芯片为核心技术的手机公司。华为因此度过了三年的迷茫期。不过，现如今三年已经过去。 如今的华为可以说是王者归来。那么过去的华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华为 Mate 四零 Pro 正式上市，作为华为公司推出的高端机，Mate 四零 Pro 一经上市便遭到了疯抢。可是由于当时美国的芯片卡脖子政策已经颁布，严重影响到了该手机的生产，因此在全国各个门店，Mate 四零 Pro 都是一机难求。近三年已经过去，华为的手机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二零二二年，华为一共发布了华为 Mate Xs 二、华为 Nova 幺零等一系列重磅新机。凭借着这些新机型，华为再一次稳固了我国高端手机市场的地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就算没有了国外芯片的支持，华为依旧研发出了如此多的高端机型，可见华为的产业链已经逐渐完善，未来或许不再需要外界的援助。其实，准确的来说，二零二二年四月份就已经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时期。 但虽然度过了该时期，由于我国芯片行业的薄弱，在华为手机核心配置方面，麒麟芯片短时间内还是不可能回归。但因为华为有了两年校正骁龙芯片的经验，搭载骁龙芯片的八 G 一安二四 G 手机和搭载麒麟芯片的手机性能已经完全一致，最大的区别不过是不能使用五 G 而已。相信未来几年通过核心团队的不断研发，相信骁龙芯片也能有更稳定的性能发挥，取得这样的成就。 无论是对于华为来说，还是对于我国芯片产业来说，都十分重要。那么，过去的三年，华为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过去的三年，或许是华为创立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就连任正非也无法否认，这三年是华为的至暗时刻。从五 G 技术被泼脏水，到老美的芯片卡脖子政策，这每一件事都给华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老美之所以针对华为，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西方国家占领着通讯设备市场的主导权，而中国华为的出现动摇了他们主导权的地位，因此他们对华为进行了一系列打压。先是以安全问题为幌子，美国不断向欧洲、西方各国输入华为手机不安全的思想，这些国家开始联合抵制华为的通讯设备，极大的影响了华为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额。这就是著名的五 G 技术被泼脏水事件。然而，这些打压在老美看来还不足够。 为了阻止华为手机业务的发展，他们不仅自毁一切，停止了对中国芯片的供应，即使放弃中国这个市场，也要让华为面临没有芯片使用的局面。这样的政策直接让华为的芯片研究公司海思变成了 PPT 部门，而曾经人人推行的麒麟芯片也正式成为过去式。当时的欧洲各国都拒绝与华为的合作，就连华为引以为傲的五 G 技术也被诺基亚等老牌通讯企业抢占。 曾经短暂靠业绩与技术冲到全球第一位置的华为，由于手机销售量与出货量的下滑，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失去了竞争力。在那段时间，苹果手机可以说是吊打华为手机。毕竟在多数消费者看来，即便是爱国，他们也不愿意使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国产手机。在这个阶段，华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埋头苦苦研发自己的技术，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开市场。 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现如今三年已经过去，华为终于归来了。前段时间，华为高管徐志军表态，二零二二年的华为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预计营收额将达到六千三百六十九亿元。未来的华为将以更加高昂的姿态继续冲击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数据显示，华为在全世界拥有十万多项有效授权专利，是五 G 技术最多专利的持有企业之一，远超高通、三星、诺基亚。 和苹果等厂商，按照华为的介绍，在过去五年里，全球已经大量智能手机获得华为 4G 和 5G 的专利授权。同时，在汽车领域，目前每年约有八万辆汽车得到了华为 4G 和 5G 专利许可，从而交付给消费者。但事实上，华为过去专利收费很低的，并且很多专利也没有对较好的合作伙伴收费。数据显示，过去的三年，华为收取的专利费才十三亿美元左右。华为加强专利管理。 老美不用华为，却逃不掉要交五 G 专利费。我们看看高通二零二一年专利收入就高达六十三亿美元，营收为三百三十六亿美元，专利收入占比近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自从华为手机被美国打压之后，华为有意加强对五 G 专利的管理。一方面是扩大授权范围，另一方面是通过专利授权也获得一定的收益。现在时局发生了变化，华为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全面绞杀。 美国可以不买我们华为的设备，也可以动员其他国家都不用华为的设备，可以搞各种制裁，这都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总要搞 5G 吧？只要你搞 5G，就会必然使用华为大量的标准必要专利。然而，由于制裁导致了华为用不了你美国的专利，这就把交叉授权的基础搞破坏了。那只能由美方单独给华为交钱。美国不是一直标榜尊重知识产权吗？现在考验美国的时候到了境内，镜面。 华为公司表示，将开始收取 5G 专利费用，也就是说，凡是使用到华为的 5G 技术的厂商都需要向华为支付专利费用。三星等知名大厂也不例外，并提出每部手机将收取的费用为十三元。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全球绞杀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华为总是在被动应对，现在华为要主动反击了。那华为将用什么方式呢？对此，华为采用的手段就是向美国企业征收 5G 专利费。 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五 G 专利被六家公司所拥有，分别是华为、三星、英俊、诺基亚、爱立信和高通。也有其他的排名，例如德国专利公司认为第六名不是高通，而是中兴，高通排第七位。但无论哪家专利数据公司的统计，华为都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这一点没有任何歧义。你可能会问，美国建设五 G 采用其他技术，哪怕效率低点也认账，坚决不用华为的专利。 那不就不用给华为交钱了吗？这在其他领域里是可行的，但在电信领域里不长，因为在电信领域中有一种专利叫做标准必要专利，这种专利是强制规定必须使用的专利。华为在标准必要专利上同样占有全世界最大的份额。华为对技术专利的态度秉承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享，合作共同”的理念。国内的很多手机厂商也多用了很多华为专利，他们从来不给钱，华为也从来没要过。 那么有人也担心华为专利费的收取会使国产五 G 手机会涨价吗？本次华为收费上限二点五美元，价格相比高通优惠多了。再考虑到各家专利交叉授权等因素，实际收费要少得多。这说明华为确实要让出红利，真心促进五 G 技术快速普及。我们的高科技企业也可是熬出了头。华为的五 G 专利经过长期的播种耕耘，终于进入了收获期。现在华为依托长期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 靠着2.6万件 5G 相关专利启动收取 5G 专利费用，表明了华为核心技术在全产业中的话语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技力量。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是缺芯少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短板，因此中国不得不在海外市场进口半导体设备，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也需要海外企业提供。 而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和实现崛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企业展开系列围追堵截。先是以无须有的理由将华为、中芯国际等多达五十九家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中，后来更是直接拉拢其他国家禁止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可以说，美国在限制中国科技进步上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美国设障阻扰，那么中国就自己总结经验。 使用自产的设备，至此，中国在半导体赛道上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数据显示，二零二零年初，中国的晶圆设备总体国产化率只有百分之七点四，绝大部分还不到百分之十。尽管海外价格相对高昂，依旧有大量的晶圆工厂愿意采用海外的设备，而非冒险采用中国的设备。但随着中国半导体厂商不断打破国外厂商垄断，还逐步过渡至中高端市场。 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率实现了新突破。海关总署数,数据，二零二二年十月，中国半导体设备进口量比二零二一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点八，采购金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也就是说，中国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提升至了百分之三十六，这是原来的五倍左右。此外，一月四日报道，经拆解华为五 G 小型基站之后发现。 中国国产零部件在成本中的占比达到百分之五十五，而美国的零部件仅有百分之一。华为零部件中国产占比远远超出美国，可见中国在近几年取得的成效，国产率不断提高。哪怕美国再怎么不安好心也是无用功。而且相信中国距离二零二五年实现百分之七十芯片自给率的目标也不会很遥远。